Hello， 大家早。可以在那个早，快点跟镜头 say hello 一下。在录影哦。你出院那个院的结果出来。这是我们五人组，你先等一下，我介绍一下我们五人组好不好？我们是号称台大交换学生比利时，继续聊，这样才那个比利时五人组，好不受控制。五人组，好，然后第一个是 Wayne， 是工科所的，我本来上新加坡，这是 Shooting， 然后工科所的，然后这个很吵的，艾米，你是哪里来的？要不要采访你？我就说那个他是阿杰，我就说那个，然后这是龙龙，就是我院子现在才出来，然后为什么新加坡不会去？我们现在要去那个 Brussels， 然后正在远离我们的车站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车站长这个样子。然后讲话就是我啦，所以我就是第五人，神秘的第五人。我们的站叫 St. Peter's， 就跟他讲，他说大概30分钟就会到了，快吧，到布鲁塞尔，很快哦。好啦，就先讲了。去了布鲁塞尔，再拍东西给大家看。有点像，因为我玩这种。啊，你们要不要跟镜头打个招呼？我要关掉了。嗨，是疲惫的人。还有白目的阿姐。